好，我是喵喵，这是我过年的红包，看看有多少钱。叔叔阿姨们，你们看，我过年收到了这么多红包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、九个。九个红包，我们先一个个打开看。这是我爸爸的朋友给的，有六块钱。这是我表叔给的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有五块五。这是我舅舅给的，有两张五十块钱。这是我舅母给的，有十六块钱。这是爷爷给的，有六十块钱。这是奶奶给的，有一百六十块钱。这是外公给的，有六十块。这个是外婆给的，哇，两百块。咦，这个我想不起来是谁给的了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在我们云南给六块钱是很正常的。我全部拿出来数一下，今年的压岁钱有多少？一百、两百、三百、四百、五百。六百，一块，两块，三块，四块，五块。一块，两块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十，十一，十二，十二块五。我今年的压岁钱总共有612.5元。你猜猜我今年的压岁钱有多少？我猜有500。不对。400。还是不对。难道是300？不对不对。那有多少？有612.5元。哇，那么多。喵喵，今年的压岁钱你打算怎么处理？爸爸，我想把所有的压岁钱捐给山区的贫困儿童。喵喵，你为什么有这种想法？
因为我在手机上看见那些山区的小朋友太可怜了。喵喵，你真是个大善人，你现在还小，你存着，等以后长大了多捐一点。好的，爸爸。